后的人民，人民是落后的，啊，那我们跟党领导人民，党不能跟着人民走，啊，我们中国还在现代化过程，还是初级阶段，我们还是那个从地里的，从农村刚进城啊，暴发户，还暴发户呢，对，所以呢，我可以在也给习近平那个叫什么呀讲两句啊。你踏踏实实的学习各国的优良政策，你只有把共产党带到现场，啊，西方是现共产党的发源地，共产党则进入了社会党，放弃暴力，实行民主，走向社会。共产党从一个土匪，你进了城了，你得穿西装了，啊，是吧？你得戴眼镜了，你得好好读书了。你不是还是那个，还是这儿拿着那个菜刀的时候呢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在习近平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的思想。